你摁了吗？这个你摁了吗？摁了。杰伦同志，就是来这一套的。音乐结束了，到底是怎么样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下来了吗？哎，他比我先下来啊。对啊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你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孩子的眼睛里只有那英和汪峰。来，介绍一下吧。我叫徐歌阳，我来自沈阳，今年20岁。哇，20，哇，他是讲话怎么这么小声呢？再慢一点，再说。我叫徐歌阳，徐歌阳，来自辽宁沈阳，今年20。